好漂亮，漂亮，标志性的千手百摔。俄塞拉斯来自墨西哥，今年28岁，身高178，体重76斤，暂定是15胜1负。吴雪松来自中国广东龙翔，身高175公分，体重70公斤，年龄24岁，科学战绩10胜4负，一次 KO 3.7KO 对手，去年的诸神强将。突然爆发了一个年，对，年份。吴雪松还是哇，这是一个落拳，一个后手拳，雪松有点大意了。哇，这一下是真的是非常太大意了。这个时候雪松也不要着急。对，我们就说这个老油条啊，像何塞这样的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379。雪松要也是要慢慢做一些对何塞这种打法的适应，适应之后再把自己的优势全部给发挥出来。对，尤其是你看，尤其是这种，而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，防守的前手。对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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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。哇，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肘，前举几次啊？哇，前手，哦，没相救啊！这，我们看何塞还可不可以？其实前两次重击何塞是应该倒下，但是围绳阻挡了何塞倒下。漂亮，又是一个前手，现在需要打准呢。哇，这是哇，这个球，这个倒地的场面跟雪松 KO 泰勒奥斯坦的一模一样。短短不到5分钟的比赛时间，4次 KO， 4次重击。雪松也是挨到重击啊。不过何塞的这个左右直拳啊，还是相当准的，而且攻击力也非常的强，威胁性也很大。哇，躲过一个转身边拳，漂亮！一个前手，这个时候何塞就已经有点晃了。一个躲闪，对，直接倒下去了，倒下，你看一模一样。哇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在雪松身上真的是。我估计在以后也会有更多的这种传奇性的比赛出现啊，标志性的前手摆拳。对，而且这个动作躲过了对手的转身边拳。哇，躲过一个转身边拳，漂亮！一个前手，这个时候何塞就已经有点晃了。一个躲闪，对，直接倒下去了，倒下，你看一模一样。哇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在雪松身上真的是，我估计在以后也会有更多的这种传奇性的比赛出现啊。标志性的前手摆拳，对，而且这个动作躲过了对手的转身边拳。恭喜雪松率先进入决赛啊！来下组比赛精彩看点。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 KO 女王温可汗，在与决赛对手雷丽莎争夺木兰传奇金腰带之前，他还给自己一场超级战的考验。这次他的对手是比利时冠军安科范加斯特尔，汪科汗能否继续上演 KO 神话，为自己